条才是属于我的路。为什么沿途都是代价和赌注？走左边是彷徨，走右边是无助。我想要继续向前，总被恐惧制服。面对生活的刁难和成长的审判，为什么过得容易好难？我听说有个你可以挪去所有的重担，只要相信你再抓住你就是这么简单。认识你是多么的幸运。